者方慧宗台北报道，圣诞节的魔法早在圣诞夜前揭开序幕。德国顶级制表商格拉苏蒂原创 Glash。格拉苏蒂原创 Panomatic Luna 男表以镀银表盘搭配温暖的红金表壳，拼晶式显示的指针与石标熠熠生辉，散发节庆氛围。与其相互辉映的三点钟位置月下显示，是制表厂在佛茨海姆 Paul Rhein 自家表盘厂精心打造的手工杰作。表盘厂里技术高超的能工巧匠打磨出金色月亮的优美曲线，在电镀蓝色夜空的衬托下显露为弯的轮廓。表盘四点钟位置，诞生于1997年的经典大日历窗自然成为焦点。而今年正是大日历功能诞生20周年，格拉苏蒂原创将细致红金表壳的 Panomatic Luna 腕表视为今年圣诞佳节献礼。 Glash TTE Original 提供格拉苏蒂原创将细致红金表壳的 Panomatic Luna 腕表视为今年圣诞佳节献礼。 Glash TTE Original 提供格拉苏蒂原创 Panomatic Luna 男士偏心月相腕表，表盘四点钟位置是经典的大日历窗，月相浅是位于二点钟位置。 Glash TTE Original 提供。